武陵这台湾的桃花源，是一个令人向往、想一来再来的地方。有潺潺的七家湾溪，终年湍流不息；清澈微寒的溪水，孕育着冰河时期陆丰在台湾继续繁衍的国宝鱼——台湾樱花钩吻鲑。许多野生动物也都喜欢来武陵觅食、活动和栖息。春天是武陵色彩最喧闹的季节，春暖花开，山谷里的各种水果花、各色樱花争相竞艳，让武陵的樱况成为每年的焦点，吸引各地的游客前来追花逐影。每年一月至四月是武陵的水果花季，红粉嫩白衬着深蓝的天空，也是武陵最美的时节。武陵的花季主要是在每年的一月到四月。一月是梅花的季节，一月下旬至二月，各式美丽的樱花开始绽放。武陵樱花季可延长至三月上旬。武陵农场园区樱花栽植的数量约有五万多株，而且种类很多，分布相当的广。贴心地提醒来赏花的游客们，配合场内工作人员的指挥，将车辆停放于指定停车地点。为了爱护和尊重野生动物，不干扰、不喂食野生动物，自然生态平衡才能够维持长久。所以要请游客切记，在园区内不要喂食台湾猕猴及其他野生动物，以免影响到它们的行为本能和在野外生活的能力。建议游客自行携带饮用水及轻食，避免造成不便，也可以减少园区垃圾量，大家共同来维护武陵的环境品质。春游武陵樱花季，希望人们美好的体验和感受，能为武陵带来永续美好的春天。